吓得要，你们好安静哦。是因为你们喝咖啡了吗？是我忘记喝酒，越喝越酒。好，今天来这边呢，就是第一场，我想说做一点特别的，所以我来个才艺表演。他钢琴很有气质，一小心都不会弹。试试看，对啊，试试看，才艺表演，来弹一弹看。哎，应该没有人看过我弹钢琴，有人看过我弹钢琴吗？有。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哈利路亚。今年在上教会，明天还要上教会嘛？好，明天同一个礼拜天嘛？哦天哪！哎，今天礼拜五哦。那明天我自己上教会一个人，很可怜。好。啊，才艺表演有弹钢琴。